Hello，Hello，hello, 庆总好，庆总好。Hello，Hello，哲远好。Hello，Hello， 欢迎哲远。那也请哲远落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坐下。坐。好，那请哲远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我们可以看着第一个镜头，前面就好了。这儿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Leader 生活养成大使陈哲远，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 Leader 的京东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解锁低耗生活如何搭。对，然后我们也非常热烈的欢迎哲远的到来啊！那看来我们的低耗搭子很受大家的喜爱。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要提前的和大家预告，就是我们这场直播啊，一定要牢牢守住，因为唐总和哲远呢将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去发放福利和一些优惠哈，那真的非常的开心。好，那首先呢，我们将会来到今天的哲出奇妙好戏环节，我们会通过两个游戏来考验一下低耗搭子的默契程度。那看到我们的唐庆总应该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哈，那似乎对这个游戏早有准备，气势很足。那是当然，这是我和元宝们蓄谋已久的问题卡，今天要对哲远贴脸开大了。有备而来，没错，你这个气势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好，那我又有点期待了哈。那我们就进入到提问环节，那也请唐总按照问题卡对于哲远进行计时2分钟的犀利拷问，那哲远需要在5秒钟之内给出答案。好，那大家来吧，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开始吧，唐总。我准备好了，这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开始吧，主持人。好，我们开始啦，唐总，请问出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起床和睡觉前必须做的两件事是什么？洗脸刷牙。第二个问题，让你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是什么？洗脸刷牙。一样的。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想知道。低耗。是吧，年轻，最后一个 leader。 那是不是拥有这些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呢，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不是演员，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哎，不好意思，你们那儿好像踩到这个线了，就是在这儿的朋友们。对，我们看一看那个剧照老师，对，小助理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线是不是有问题呢，不要踩到，你不要蹲在那儿了，对，不要踩到那个线哦。对，会踩到那个线。好，我们继续。好的，那我重新问一次。好的。如果你不是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我最想做，我想做 leader 的销售。好的，你等你不做演员了。可以给我分成多一点吗？那没问题的。那下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下一个想去旅行的城市是什么？那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啊，我其实也，我还想让大家帮我推荐一下呢，因为我正准备想去旅游一下，有个3-4天的时间，还在纠结要去哪儿。好，那相信我们很多小元宝们，对，也会在屏幕上面可以去打出，可以给我们哲远推荐一下。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问题就结束了哦。那其实我觉得刚刚哲远回答的真的非常的真诚啊，然后我觉得这么真诚的哲远啊，我们的元宝们一定没有粉错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其实刚刚可以通过就是哲远的回答看出来，这个回答的问题都非常滴水不漏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换第二个，对，谢谢。第二个游戏哈，叫做这个 emoji 组词的这个活动，那同时也相信呢，这个屏幕前的这个元宝们，大家应该也都很期待啊。那接下来我会来展示 emoji 的这个词条，然后我们的低耗搭子呢，需要去接力猜出相对应的这个词语或者是家电的产品，然后看一看啊，我们在3分钟内能够猜对几个词呢？然后哲远唐总有信心吗？可以，必须有。好，来，那我们的第一个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俩一起猜是吗？不，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就是您一个，然后您先来。第一个是主持人要不要给镜头先，给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对对，第一个是麦穗的话，麦有难度吗？麦穗的话，我们应该往谐音梗上想一下。随心所，随心所欲。对，没错啊，回答正确。随心所欲，对，所欲啊，对，所然后欲，欲罢的欲。好，那对应的电器呢？这个当然是我们热水器啦。对，没错。然后好，恭喜我们的唐总第一题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的第二个，来睁眼来回答，看一下。蔬食问瓜。对，然后我们蔬食问瓜子，蔬石头问题。对。然后瓜子，我们是取瓜还是子呢？蔬食问子。对，再想一想。蔬适
问答答问答，它有可能是答书是答子，答书是答子。对，恭喜哲远回答正确。那刚才热水器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书是答子了。对，没错。好，然后下一个还是我们的唐总，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然后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也看一下。风水。这个已经告诉你两个字了。心动。对，风水心动呢？ Yes.对，那对应的是什么？风水空调。哎，答对了，哲远，果真有默契啊！对对，我们的空调，风水心动，空调了。对，好的。然后我们下一题还是哲远的，来看一下。哎，毛有点毛人易走。对，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毛人线，线人。先人一步。对，先人一步，没错。先人一步。来，搭子，对应什么呢？搭子呢？先人。保鲜，先人一步，冰箱，冰箱，回答正确啊！两位果真还是非常有默契。来，我们下一个，看一下，喜鸟，然后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是什么？这应该是喜鸟，这个是鸟，大家来猜一猜，这个是鸟还是什么？我看有没有人能猜得对啊？就是它除了鸟，然后还能是什么动物？老鹰，鹰，对，还有可能是。雕对、喜掉喜雕摔跤喜掉位班摔位喜掉班位对喜掉班位回答正确，然后它对应的应该是洗衣机，对，好默契，同时回答我。好，来，去洗一下。来下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呢，这个简单吧？花赞对花代表着什么呢？我们的唐总非常的啊。玫瑰吗？玫瑰。好，然后下一个呢？喜美赞美赞，好的意思，对，赞还有好的意思，然后美好果，这个除了是水果，还能够怎么样去？还是一种西红柿，西红柿还是一种食物，对不对？所以说美好食，美好食。这个光对光、哦、光美好时光、哦，然后对应的是我们的时光，对应的是什么呢？厨电对做饭对，没错，厨电回答正确。厨电好的，来我们还有一个，看一下，这个应该很简单哈。下应该就是高，然后还对应低对 低，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啥？就不会是碳吧？这个应该不是碳哦，低耗对低耗好吗？好的，谐音梗。然后往上应该是生对第一号生活回答正确，哲远，哎，最后一个，来我们看一下，来给观众看一下，转星石，对，这个是什么呢？转星石，这有没有可能是转换对换，然后这个是这个很简单啦，心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呢，石对狮子的谐音梗，换星石，狮换星时刻啊，对，换星石是，对。这个呢，蝴蝶结对结对去结换新世界，没错，是啊，对，这个有点硬了，这个有点硬。好，来，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呢？换新世界，换新世界，嗯，应该就是去世，这个电视对电视，好，真的好厉害啊，就是。啊，我觉得我们的第一号的搭子呢还是非常有默契的啊。不过呢，这个我还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想要去考验考验哲远，然后唐总您可不能提示哈。来，那 我相信哲远肯定能答出来。没错，那哲远我们开始了。那作为 leader 的生活养成大使的哲远，此次 leader 京东双十一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三二一，请作答。第一号，我的第一号生活哲学。哎，回答完全正确，没有考住他。刚刚那个见面会还有在提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对，提得很。第一号生活哲学也有答哦。哦，我们的后面也有。那其实既然说到了这个第一号，我们哲远和唐总又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咱们也不要藏着掖着了，我们要把高效的福利带给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一定不能亏待了在看直播的伙伴们。没错，哲远说的对，我们 leader 可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多超值的好礼，还有哲远的周边和签名照哦，大家可好好蹲在我们的直播间，不要错过任何福利哦。没错，那由我们唐总和哲远给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轮抽奖福利。本轮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5个陈哲远的周边盲盒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
对，那我觉得刚刚听到这些我都想现在开始拿起手机参与了。那福利呢已经在我们直播间右上角的福袋当中了，直播间的伙伴们大家可以去点击抽奖，那一键参与直播抽奖很简单，关注然后加分享直播间即可，大家要快点积极的参与啊。对，没错，大家快参与起来啊。那其实刚刚哲也在看，就是评论区应该已经有抢到的伙伴了，哲也在帮我抢，然后我觉得，但我真的很羡慕哈。那周边盲盒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三个点查看中奖记录，并且按照规则进行兑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直播间的所有抽奖活动同一用户30天内呢只能中奖一次，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唐总带来的福利和分享。那这样我们也想请唐总稍事休息，然后再一次的感谢您，谢谢。好的，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交给我们的 leader 生活养生大使陈哲远和我们的好伙伴彩霄们。嗯，是的，再一次感谢唐总，谢谢。好，那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直播间的伙伴们对于哲远的呼声真的太高了。那咱们今天呢，也请哲远和我们的 leader 产品搭档一下，看一看能够去擦出什么样的默契的火花。好，已经迫不及待了。好，那首先呢，我其实想跟这个哲远去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玩法。那哲远呢，作为年轻人的嘴替和互联网好友，有什么家电使用的困惑呢？一会儿也可以去这个替大家问一下我们专业的采销人员呢，他可以去给我们去解决一些生活当中使用家电的痛点。然后最后呢，这个合格搭子的测算表，一起对于家电的松弛感、新鲜感、存在感、社交感、氛围感进行打分。然后我们测算综合五感的实力值来判断你的家电搭子是否合格。然后哲远，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怎么样才能算合格？其实就是有分数哈。对，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打分板，那综合实力达到60分则为合格搭子，达到80分则为超值低耗搭子。那并且分享我们生活搭子的这个身份和上岗宣言。好，那哲远准备好了吗？试试吧。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要去有请出我们来到这边好不好？对，我们现在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场景当中。然后因为我今天也要请我的帮手来哈，那下面我要邀请出我的第一位帮手。好，那他就是我们冰箱产业的采销人员张慧，让我们欢迎慧慧，欢迎。Hello, 主持人好，哲远老师好。Hello, 然后直播间的这个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冰箱产业的采销人员张慧啊，然后今天很开心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冰箱的小知识。嗯，好，欢迎欢迎。那人都到齐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启第一个环节喽，就是我们的低耗折磨搭。那我想先问一下哲远和慧慧，最近有一个流行趋势啊，叫重养自己一遍，不知道哲远听过没有哈？重养自己，对，重新养自己，没听过啊。对，那其实我想问问慧慧听过吗？其实这个我作为冲浪这个选手还是听过的啊。就是重养自己呢，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健康饮食，好好吃饭。嗯，那我想问一下哲远在饮食上有什么小习惯吗？我习惯就是不好好吃饭。没有，我平时吃那些什么减脂餐、健身餐。对，其实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也看到就哲远还是比较自律的哈。那慧慧你呢，有什么小习惯？其实我在平常胃不是很好，然后我是不管早上起多早都是要吃早餐的。然后像平时新鲜的蔬菜和合理的饮食，对我还有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对，那其实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到了。那冰箱呢，作为家中健康饮食息息相关的产品，那哲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慧慧吗？可能我想问一些关于就是食品保鲜的问题吧。嗯，就像大家平时出差不在家的时候，特别是蔬菜水果之类的，感觉一不留神忘记吃就会很浪费，对，就坏了。对，然后其实也看到这个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也有在说哈。对，所以就想就这个情况问一下慧慧，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冰箱里的食材该怎么样能够保存得更久一点？对，那关于哲远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我们 Leader 的501零嵌冰箱。那我呢，也准备了两份同样的蔬菜和水果啊，在这里。然后一份呢是我们在冰箱里面存储一周的，然后另一份呢是普通冰箱里面存储一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对比啊，就是非常鲜明，像应该这个让大家看到。对，那其实很明显啊，我们 Leader 这边呢是更新鲜的，更加新鲜。对，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慧慧？这个就是我们 Leader 冰箱的一个技术啦。那因为我们 Leader 501零嵌冰箱呢，它是拥有阻氧干湿分储的功能，干区呢和湿区分开存储，然后湿区的湿度在90%左右，所以说我们存放果蔬7天还能够像第一天一样新鲜。那干区呢，湿度在45%左右，那存放咱们的干货珍品9个月都不容易反潮。
对，那其实这个真的挺震撼的哈。然后我想问问哲远，这个直观的效果是不是也很明显？这一对比，我一看下来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换冰箱了。对，这个 Leader 501零嵌冰箱真的有点东西，确实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蔬菜水果新鲜常在啊。没错啊，就我觉得哲远总结的很到位。不过我还发现了一点啊，即使放了7天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异味，是为什么呢？就是各位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对，这个就是我们冰箱的杀手锏，就是我们 Leader 501冰箱呢有 EPP 超净技术，能够做到除菌净味、去浓残、去病毒、除乙烯，然后防止咱们冰箱里面霉菌28天的零级生长，然后而且它的除菌率甚至高达99.999%，能够全方位保护咱们全家人的饮食健康安全。哇，真的看得出来，就讲完之后我们都非常的心动哈。嗯，那我以后冰箱的食材有靠山了。有了这个颜值高、性能扛打的 Leader 501冰箱延长保鲜期，这样既不怕浪费，不怕食材问题了，回到家就可以用一顿美味来重新养自己，是吧？养自己，这一次就了解到了什么是重新养自己了哈。好，那工作再忙啊，也要好好吃饭，一顿美味需要各种食材来搭配。好，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慧慧的介绍，真的了解到了我们的这款501冰箱啊，就是它的保鲜杀菌净味能力强，而且容量还很大。那慧慧要不要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啊，那我们就打开冰箱来看一下吧，好不好？哎，稍等啊，那今天啊，其实咱们的冰箱里装了点不一样的，需要哲远来帮我们打开它，好吗？别搞那吓人的，说不定有惊喜，说不定呢，对，说不定有惊喜哦，我们看看，总不能冰箱里蹦个什么事，对，然后对，然后里面是惊喜，不会是惊吓，不会是惊吓，来，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呢？哦，当当，哇，当当，就是有一束，对，请哲远把它拿出来。我们 Leader 迟到的祝福啊，哇，这是祝福，谢谢，对的，祝福。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你的应援色是蓝色嘛，然后特别准备了蓝色的花束，希望你可以喜欢。谢谢谢谢，我就说昨天等了那么久，你们的祝福没到，原来在今天。对，其实慧慧也是早早就把这个啊，我们冰箱中的花就是放进去了，然后但是还是很新鲜，对的，保鲜，对的。然后其实刚刚打开冰箱门的瞬间啊，哲远应该也是正面的感受到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大容量了哈。对，这么大、这么大的一束花，刚刚里面还放了那么多的东西，对，很多食材。对，好，那我看直播间的这个伙伴们跟你一样啊，就是想知道咱们的冰箱容量到底有多大呢？慧慧，那我们这一款冰箱呢，它是501升，能够做到咱们平常1家5到6口人存储1周的食材所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容量的一个对比，像我们3个人站到这儿，可能它的宽就是 对冰箱一个容量，所以说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能够做到海量囤货、科学存储。不易串味儿，是的，好，那我们的产品这么硬实力啊，那如果让你给我们的这个冰箱进行五感实力值的一个测评，然后你们俩怎么看？然后哲远呢要去给他评价一下他的这个松弛感、新鲜感和社交感。那这样我们要来打分了，好吗？对，我们要准备打分板。好，那也请我们的小助理可以把笔给我吗？好的。好，那这样啊，来，那好吧，我们首先要打的是冰箱的一个松弛感，然后你想打多少分呢？松弛感，我觉得80分。80分。对，因为这个，它可以让我悠然自得的做饭，享受美食，但这个新鲜感就必须要打100分了。对，这个我们肉眼可见，必须要是100分，一定是满分。它可以保鲜食材嘛？社交感。也得拉满，就是100分。对，因为朋友聚会啊什么的，那些喝的吃的都得靠它来装。所以我们这也是满分。耶、好的，谢谢啊。那这个存在感和氛围感，我觉得可以让慧慧来说哈。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存在感，对于这个嵌入式的隐形的冰箱来说，这个存在感应该要反向打分，因为作为我们这个超隐形的嵌入厨房的一款冰箱，就是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100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能够完全完美的融合到咱们的橱柜里面去。是的，然后这个氛围感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打80分吧，因为就是可能常年工作啊，或者像哲远老师会拍戏啊，会不在家，不怎么进厨房，所以不太能见到他，或许。对，没错。来吧，那我们也把这个分给他写上，好不好？ Okay, 对，然后一会儿让我们的小助理。来去算一下它的五感实力分，80。好的，那我们小助理来快速算一下我们的冰箱的五感实力值是多少。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92。来，92分，来我们把它贴上好吗？来，哲远帮我把这个打开一下。对，我们写在这里。对，写在这里。可能要用这个金色的笔。对，好，这给我。好，我们把它打开，写在这里。
92。好的，来92分，属于这个超值的这个低号搭子。然后我们这个冰箱的身份和宣言，那哲远帮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在这个给我们的小助理拿一下。好，来，那请我们的哲远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电子榨菜就得配最新鲜的瓜果蔬菜。对，我觉得这个宣言真的是非常合适啊，感谢哲远。那咱们揭晓完冰箱的身份和宣言，我们趁着这个机会要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送出一波福利。那慧慧啊，来到直播间是不是给大家带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和小礼物来啊？这个福利啊必须给大家带到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呢是我们的保温杯，然后送给咱们在直播间下单的伙伴们，然后参与的口令呢是低耗生活先人一步。对，然后我们下单的朋友们有福了，快来直播间评论区评论啊，低耗生活先人一步，记住一定要是新鲜的鲜，千万不要打错哦。我们会从刚刚下单冰箱并评论的伙伴当中去抽出3名送出我们的保温杯。然后一会儿我要开始截图了，我们以手机截图最下方的评论的3位伙伴中奖为准，每人只能中奖一次。那可能有一些伙伴比较积极，评论发送比较快，那如果重复中奖呢，我们就再重新抽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收起来啊。来，这样哲远，我问问，就是我们来一起喊个倒计时 好不好？好，来，我们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截图啦！截图。好，来，这样我得来，大家这样监督我好不好？这样从相册点进去。好，来倒数3个哈，来，第一位是小远勒勒猪对吗？然后第二个是夏夕颜777，然后第三个是GDS9I， 来，我们展示一下。好，恭喜我们这3位宝贝。然后呢，也请在24小时内呢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并提供相关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您这边确认收货后的10至15工作日内呢去发出我们的礼品。哎，你在看什么呢，哲远？我就是想看那个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抽到福利的，抽到福利的可以在评论里面打一下。让我看一看大家有没有抽到福利。对，大家可以去评论区去刷屏，看一看大家的热情哈。然后其实啊，我们也看到大家的热情的，看到有没有，对，已经在热情的互动了，都是非常我们的小元宝们。那一个小提示啊，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去看我们的直播，因为后面的福利呢还有很多。好，这样我们再一次感谢慧慧带来的福利，然后也请您到后台休息。对对对，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有一位迫不及待的这个搭子马上就要上场了，是吧，哲远？是的，我也看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到中间的区域，然后我们也要快快的去有请出我们的下一个搭子啊，那就是我们的小家电采销陈思雨。来，有请，欢迎思雨。哇 Hello， 来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ader 产业小家电的采销思雨。大家好。好，欢迎思雨。那今天可以看到思雨的造型很出彩啊，而且打眼一看我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时尚单品啊？哎，这是我们的 Leader 包包咖啡机，是不是很酷？对，哲远要不要背背看？你怎么知道我想背？跟你今天衣服颜色也非常搭。对，是的，这个非常方便。我记得上次就是拍宣传片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挺重的，但没有想到就真的很轻快，就像个包一样。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一点都不像一个咖啡机哈。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它的克重有多少呢？哲远已经背它出去玩了，他要去旅游了，先想背回家了。现在对，它其实只有一个2.1千克，就是4斤左右。而且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就是我们颠覆性的去融合了音箱的元素，所以说它颜值非常高，非常的出片儿。快截图！对，那颜值我们也看到了，真的是非常棒啊！那咱们今天过来应该不只是展示颜值吧？可以今天展示一下做咖啡。对，没错，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上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这个小机身也有大用途。对，没错。好，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咖啡还能玩出什么样的这个新花样呢？然后哲远，你之前尝试过在户外去萃取咖啡吗？没有，我平时咖啡喝的少。对。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思雨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咱们这一款咖啡机的话应该在户外不插电也能用，对吧？是的。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功能，所以呢不管我们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这两种场景呢都可以通过它来去享受到我们新鲜萃取的咖啡。对，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会担心，哎，在户外的话它的续航能力怎么样呢？续航能力其实我们已经替大家考虑到了，我们这个咖啡机呢有1800毫安的电池和优秀的电路设计，所以呢它在不插电的情况下可以连续制作60杯咖啡。哇，至少60杯咖啡哦。
所以说呢，就算是我们是朋友聚会、家人聚会，我们有这个咖啡机，也不用担心咖啡的供应不足。而且，即使是它已经耗尽了电量，我们也可以把它插上电，继续使用，都是可以的。那真的是好，好棒啊！好，那其实这个折眼能看出这款咖啡机真的是很不错啊，其实就是不管我们干日常这个出行啊或者家庭聚会都很方便。嗯，是的，主打一个人人都能喝。对，是的，我们的咖啡机是属于一人社交好搭子。对，没错，即使是你是爱人，我们也可以为咖作义。对，而且呢我们的耗电量刚刚也讲到了，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操作也简单，可以叫做既不耗电又不耗力。这为咖作义有点意思啊。对，我们要试一试看能不能立刻变异。好啊好啊，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美式特调，我想有请哲远帮帮忙。那哲远来到这边好不好？来帮帮忙好不好？我先把这个粉仓取下来，可以看到这里一按键，我们这个粉仓就可以取下来了。很方便哈。对，来我们请哲远帮我们装一点咖啡粉。把它打开，放咖啡粉。对，就把它装满就好了。对，非常的方便啊。是的是的是的。对，然后现在请哲远把它放进去。哇哇，好香啊，这个咖啡的味道。对，好香。对，我们把它装满就好了。对，它的这个呢，它是不需要我们去进行压粉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处理。对，好，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粉仓盖好，然后把它摁回我们的这个卡槽里面。我觉得好方便啊。对，这样就好了。像我这种就是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就是懒人操作。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咖啡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插电和不插电来去调整它的这个冷萃还是热萃取。对，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咖啡机来去做冷萃的这样一个功能吧。好，我在水箱里面呢已经放好了我们冷的这个矿泉水。可以看到我这样按一下，它就开机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再长按三秒，我杯子已经放在这里了啊，长按三秒，它就已经开始去做咖啡了。哎，没错啊，我们可以看到咖啡就从这里面慢慢的，对，它慢慢的它就开始萃取出来了。没错，哎，这个很香哎，我在这里有闻到，有没有闻到这个香气？对，我们这个包包咖啡机用的是一个15 bar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系统，所以呢，它可以保证每一次萃取呢都可以充分的释放咖啡粉里面的香气和油脂。好，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哈。那然后呢我们 Leader 的这个智慧产品不仅颜值高，然后科技力呢也是直接拉满，对吧思雨？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机器呢非常的方便，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一个配套里面我们的杯子是给大家配好的，刚刚好匹配我们这个水箱的这样一个容量，并且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到一个方便的小勺子，这个勺子呢也可以方便大家来去控制我们每次咖啡粉的用量。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个机器我们带出去，然后呢再带上咖啡粉，我们就可以在户外也好在室内也好都可以去随心所欲的享用我们的咖啡了。对，爱喝咖啡的朋友大家有福了。对，爱喝咖啡的朋友非常有福，随时随地的去喝它，然后这样我们看到它已经萃取好了。然后这样我们请哲远跟我们镜头前的元宝们碰个杯好不好，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好，那同时我们现在元宝们大家要注意了，可以去找到你身边的这个手边的饮品，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去进行一个自拍，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好吗？来，对，来，好棒哦！可以看到我们继续是冷萃，上面的这个也非常的香醇，非常丰厚。对，好，来，我们一起看前面。好，来，3、2、1，干杯！我们小元宝们干杯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可以了。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各位低耗搭子们，大家一定要去赶紧这个人手必备我们这样的一个咖啡机，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呢，也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送出一波福利。哎，那思雨，你是不是也带了小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对，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咖啡机必不可或缺的咖啡豆，送给咱们今天在直播间下单我们 Leader 包包咖啡机的伙伴们。好，那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买的咖啡机怎么能够少得了优质醇厚的咖啡豆呢？那今天啊去下单包包咖啡机就送我们精心挑选的高品质终身烘豆子，包你咖啡自由。那也请大家在24小时内呢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登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您这边确认收货后的10至15工作日呢发出我们的礼品。来，大家抓紧时间开始互动啦。好用的咖啡机配上咖啡豆这一套齐全了。没错，那对的啊，我们的哲远是实力给大家的这个案例哈。那伙伴们，这个礼品其实真的是薅到就是赚到，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续观看我们的直播，后面还有很多的福利。那再一次温馨提示大家，今天只要现在立刻下单就
可以享受到刚刚我们思雨带来的福利了。嗯，好，那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思雨，请到后台休息吧，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谢谢，来有请我们的哲远跟我们来到洗衣机的区域好吗？来，好，来我们来到这一侧哈。好，请哲远来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洗衣机的这个区域了。洗衣机。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哲远在生活当中这个衣物的清洗方面会有哪些困扰吗？就是因为衣服比较容易脏，对，所以那个就是会让洗衣服怎么样能洗干净这个事儿会让我头有点大。对，其实真的是，比如说像刚刚啊，我们也是，就是刚那个笔，我发现就是也会经常弄脏衣服，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在外面我们会经常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让我们很头大。那么接下来我要请出咱们洗衣机产业的小伙伴们给大家解决问题。那我们要欢迎咱们的洗衣机采销林雨欣，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雨欣。Hello。嗯嗯，好，那这个首先欢迎雨欣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那刚刚哲远的困扰，相信你在后台已经听到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洗衣搭子可以推荐给我们呢？啊，那当然是有的呢。不过在这之前呢，我想先邀请你们来开启解压一课。首先呢，撕掉我戴的这件。对，在这里。对，好，我把它拿下来哈。嗯，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一件啦。对，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件脏衣服上面的班位标签，想请大家来一起撕掉。那哲远，你想先撕掉哪些？对，班位标签。对对，这上有很多。对，你要撕掉哪一个？随地大小班，这是吓我一跳。对，你觉得哪个是你最不能够、最不喜欢的？先把它撕掉好不好？最不喜欢的，最不喜欢的，觉得拍戏演员应该时刻都要去在线，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应该比较讨厌哪个？面如土色吧，这个。为什么是面如土色呀？因为确实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在镜头前，这个确实是很明显的班味儿。嗯嗯。对，然后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双眼无神呐、精神涣散呐、对，这些得撕一下。嗯，那看来这都是哲远很不喜欢的一些哈。好，我们把它都撕掉了。哎。那上海你呢？对，我看一下，那我比较好，谢谢哲远。我看看，我比较讨厌的应该是，什么一怒之下怒了一下，然后或者是像，再改了再改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随地大小班吧，然后下班就开会，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你呢？背锅侠也不行。背锅侠，对，背锅侠。天，谁想天天背锅？还有好的收到和牛马打工人，应该是我非常不乐意想要撕掉的一些班位标签。应该都是我们的一个新生啊，然后我们也把它都撕光了，就是让这些烦恼通通走开。好，那班位标签撕完了呢，我们去班位的洗衣搭子也不能少。那我们的雨欣，快给我们推荐一下吧。嗯，好，那大家的目光可以锁定过来，咱们今天的Leader 云朵559W 洗衣机能够帮你强力去除班位。那首先呢，我先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全新升级的云朵内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个内胆呢，也是可以做到非常棒，像洗得净啊，然后调得好，甩得干。那具体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我们也要这个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好，那其实这个内筒的设计啊，我们看一看，它像一个什么？你觉得？哲远觉得云朵。像云朵，云朵哦，不是，还有点像什么？这个除了云朵，还有点像什么？这个有点像那个毛肚，毛肚，这毛肚的形状不一样的，对，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哈。嗯，对的，那我们哲远果然好眼力。那这是其实是我们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不过不是毛肚啊，是我们的手指肚。那它采用的是这种仿生指肚的设计，能够做到像手揉搓一样去。在温柔呵护衣物的同时呢，让我们的洗净比达到了一个1.1，那这个洗净比是远超我们行业均值的1.03的。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波叶，来老师给个镜头，镜头可以看一下、啊。对，那波叶呢也是采用了最新的专利设计，这样能让内筒就像水车一样做到边转圈边淋水，漂洗的更加透彻。洗净的同时也能够减少泡沫残留。对，我觉得漂洗能力真的很重要啊。对，那559W 配合我们的智能投放功能，还能够帮你去根据衣物的多少来投放洗衣液。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就不再需要
每次手动去控制说我们每次投放多少，而是能够在一次性投放之后，比如说我一个月投放一次，或者说两周投放一次这样、嗯、然后呢洗衣机会根据衣物的量来进行一个智能投放，那么敏感肌也再不用担心洗衣液的残留，那也不用担心洗衣液太少洗不干净。那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单位满满的衣服、嗯、对就给它洗掉哈。哎，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小云朵的性能这么强，谢谢，然后运行还这么稳，是怎么做到的呢？啊，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 59W 洗衣机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四维减震，升级到了六维减震，同时配合了 AI 动平衡系统的一个调配，所以能够做到快速甩干，也是非常的稳定。那考虑到我们很多宝宝是夜猫子啊，喜欢在晚上洗衣服，那又不想被打扰，那所以我们就有了夜洗的程序。我们可以在晚上把衣服放进去之后，那白天再起来晾、嗯，这样子非常好的适应了我们夜猫子宝宝的一个作息。对，然后我们可以去把它开始，对，我们把它点开，然后我们可以现场的去操作一下哈。然后这个功能其实真的还是很棒的，而且刚刚我们哲远也是这个亲手把这个衣服打开然后放进去了。对，刚刚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厉害、嗯、因为刚刚这个没有开机，刚刚就试验出来了，这个光合程度非常强。是的，他没开机的时候一直搬都搬不开。对，他只有一开机轻轻一拉就出来了。嗯，对，没错，所以很安全这个设置。是的，来、嗯、这个就是我们在运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是非常平稳且没有噪音的，那同时它在洗后还会自动抖散衣物，那不必担心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晾的时候产生这种褶皱的堆积。对，是的，真的很棒，而且还节省了打理熨烫的时间、嗯、然后我们会发现它在设计上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巧思，对吧？嗯，对，咱们云朵白的机身设计能够轻松适配当下的各种流行装修风格，比如说奶油白啊奶油风、原木风等等。那另外570毫米的超薄机身可以做到一个自由的嵌入无形的融入家居当中。对，那当然我们在智能除菌自洁等方面都有很棒的设计给到大家，比如说可以手机操控的 WiFi 物联，然后母婴级的一个巴氏除菌，还有高温桶自洁等等，能够让家务小白也轻松上手，毫无压力。没错啊，我们刚刚都已经被种草了，然后刚刚我们两个还在听，就是完全也是对，完全没有声音的，完全没有声音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真的是种草了。对，所以真的是就是洗衣不焦虑，然后还可以轻松的去搬位。然后下面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进行。那今天其实我相信就是直播间的很多宝宝们应该跟哲远一样，就是都共情了哈。然后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福利呢？那我当然是有备而来了。对，没错。那相信屏幕前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呢？今天准备的福利是配合洗衣机的一个精华洗洗衣液，那每位用户整整八袋，同时我们将在直播间抽出五位下单用户送出。我们的参与口令是快进轻生活。好，那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洗衣机和洗衣液是一对非常好的搭子，然后也非常这个奖品也是非常的实用。嗯、对，哲远说的没错啊、嗯。那我们现在呢，就从刚刚下单的洗衣机的伙伴当中去抽出五名，送出我们的精华洗洗衣液，然后八袋装。然后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啊，然后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我们的口令，就是快进轻生活。我们先抽两个，再抽三个。同样呢，我们以手机截屏最下方也是最新的评论为准，那同一 ID 不可重复。不中奖，我们要准备截图了。这一次啊，我截两下，然后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来看，我们一起喊三二一，好不好？好，来三二一，截图一下，然后再来一下 ，OK。然后来，你们来看着我，直接从这个相册里面进去、啊。怎么？我是这个抽奖的，是被人举报过是吧？你们小心，我是这个抽奖的黑洞。好，来。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还真得再来一次，因为刚刚我们这个没有抽上来，这样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来，哎，这一次来，我们再来一次，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截图，二，好，这次一定截上了，来，我看一看啊，不要让我再成为这个游戏的黑洞了。好，找到啦，来，首先是两个刚刚好就截了两个第一张图哈，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是 GD。G8 这个就是刚刚有截到过的那位朋友哦，他有哦，对，他刚刚有截到过，然后我们这个乱码，对，我们这个先过去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再来一次。然后第二个，看看这个应该不是，这个 GD9923 对，这个是 OK 的。来，不一定是刚刚那个，是他们就可能刚起名的，有可能都是乱码，京东然后什么。那我们小助理去核实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来三个哈，来，首先是这个帅的让人生气耶，这不是我吗？对，然后他还在
评论打了一句陈哲远好帅啊。然后下一个是3OLU 还是一个乱码，然后上面是一个 GD748， 刚好是五个人，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五个人，然后我们小助理可以记一下哈，好吗？来 OK， 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就过啦，恭喜，好，恭喜恭喜我们以上中奖的各位宝宝们。那同时呢要再一次感谢雨欣给我们带来的福利，请后台休息，谢谢。好，拜拜，谢谢，拜拜。好，那其实我们看到空调产业的伙伴已经在摩拳擦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空调产业的采销人员曹心怡来给我们继续介绍产品，欢迎心怡来，我们也欢迎，对，请哲远来移步到这边，刚刚我们在这吹了感觉好温暖，好暖和，对，好暖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ader 空调产业的采销曹心怡，今天非常开心来到直播间，嗯，对，然后欢迎我们的心怡哈，然后也请这个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宝宝们也可以去问，包括我们的哲远，就有什么空调上使用的问题可以尽管问。就真的是因为平时那个夏天拍冬天的戏的话，就拍完之后，我们那个休息室啊，就是组里的空调，它可能那个降温速度比较慢，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快速降温的这个设备来推荐一下？那是当然有了，然后我们的放风搭子绝对能解决哲远的烦恼。嗯，没错啊，那其实心怡说的没错，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好玩的小测试，一会儿呢也会带你感受风的治愈力。因为刚刚暖气已经感受到了，对的，是的，降温怎么样？是的，是的，对，刚刚其实已经被治愈到了，我们两个。对，好，那我们的 Leader 元气柜机的空调呢是非常放风有一套的，然后我们一会儿也想请心怡和哲远来给我们屏幕前的伙伴们去揭秘一下。嗯，没问题，这款 Leader 元气柜机空调呢采用的是我们 Leader 的月屏科技，是可以实现10秒钟出风口变温10度的，所以冷暖都非常的快，快人一步，然后让您这个房间的温度都会特别的舒适。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它还能适配各种您的送风需求，比如说这个防直吹啊，然后柔风啊，环抱风啊这种的，您只需要在空调上在这个遥控器上一键就可以开启这些功能，非常的舒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么多功能，它的这个能效值也是非常不错，是它的 APF 值能达到4.50，所以全年能省电21%左右呢。我这不仅能快速降温，还能这个低能消耗，太全面了这个。对的。不过最近天气越来越冷嘛，那个开了暖风，这个热风不是一般都会在上面吗？对。对，所以每天我又比较怕冷，这个也是一个很大问题。然后也要替我们的小元宝们问一问，很多女生到冬天就会手脚冰凉，然后怎么办呢？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测试吧，然后来解决一下哲远和我们小元宝的一些烦恼。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测试，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后下面我们来到这个我们挂机的这个位置，好不好？来到我们空调挂机的这个位置。好，来，我们一起来到这一侧，然后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测试啊，就是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宝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会把空调下方的准备一个小风车，来，我们的对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这个小风车上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材质，然后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肉眼的去感到它这个风力的一个变换，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请心怡来操作一下。对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调的是上下双板的组合设计，变色了，对不对？这个神奇，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已经变成黄色了。对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变温材料，它遇到热之后就会变成黄色。哇，这好厉害！然后可以再看我们这个90度垂直出风，所以这个风车会转。哦，对的。好，那我们其实真的很好奇啊，就是90度垂直下吹的话，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心怡可以给我们讲讲吗？我们这款 Leader 超省电 Max 挂机空调呢，使用了创新的双区变风翼的设计，上下双板呢是组合送风的，能够真正实现呢90度垂直下吹。然后它这个送风的过，对，送风的过程中呢，风损可以低至0.9%，它的热风是直达地面，然后从地面升起来，这样就不会直吹我们的头之类的，就可以暖风从脚起，是，然后它可以快速的制热，让房间的温度更加均匀，完全不会输大家的地暖的效果。那个被子呢？被子能加热一下吗？啊，当然可以了。我们的遥控器呢，可以直接开启暖床风的模式，这个热风呢是以最大的送风角度送出的，然后这个大风量暖风直达床体，就可以达到我们的快速暖床。哎，可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风量好大，它会不会很费电啊？啊，当然不会。我们都知道这个空调制热其实要比制冷更加的费电的，对。但是有很多上班族啊、学生党都不舍得在冬天开空调。我们的这款 Leader 超省电 Max 挂机空调呢，就能让你放肆开，不心疼，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名字超省电 Max、嗯、对的，然后它的 APF 值呢是可以高达 5.75，跟老空调相比呢，整个冬天可以省电253度，只需要在家的时间开启呢，这个整个制热剂的电费跟暖气都是一样的。嗯，产品是一个比一个能打，自己卷自己。是的，是的。对啊，那其实我们 Leader 是海尔之家旗下的年轻态的一个品牌，然后就是做高颜值，然后还有高性价比、高质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并且呢，聚焦打造年轻态的用户的最佳的一个体验。好，那我觉得一定是要卷起来的哈。那我们空调的各项实力都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好，那接下来我相信啊，今天我们的心仪应该也是给到我们这边去带出了这个奖品，对不对？嗯，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的产品这么卷呢，我的奖品也会更卷。对，没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个海尔兄弟的电煮锅，只要下单我们的 Leader 空调就可以参与抽奖了。电煮锅、啊、有备而来，有没有？对，然后那心仪咱们的参与口令是什么呢？我们的参与口令呢就是双十一选 Leader 空调。嗯，没错，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抓紧时间去在我们的弹幕上把它打出来，然后提醒一下，一定是要下单我们的 Leader 空调的小伙伴才能兑换奖品。我们抽5次，一次2位，那重复中奖的伙伴我们就要重新来抽取了。然后我们这一次是5次的这个屏幕的截图抽奖哈，然后一会儿我们就算乱码也会大家读出来的。好，来，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来一起倒数3秒钟好吗？3、2、1、1、2、3、4、5，好，大家看着我截完的哈。来，我来打开。好，从这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倒着看。来，好，2个对不对？来，首先呢是这位 GD131082WTB 的朋友，然后上面这一位没有截到啊。然后我们再来往前面看，下一位是U74NAKUVUICG， 这是不是在考验我基本功啊，朋友们？然后我们再往上看是 BEKVM99QH68T0， 好，这边没有问题。然后下一个是 XQ75596GRSUUF9， 刚刚我们的小助理说一定要给大家读出来。然后我们继续喊来，UVPWYCI7P58C3。 我很好奇他们知道自己中奖了吗？为什么都不起一个名字？他们知道自己叫什么吗？但没关系，我们就宠你。来，我们继续来。下一个这位朋友叫打你小屁屁啊。还有上面的是 8Q768D7W17P837。 好， OK， 我们刚刚少了一位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截一位就可以了，好吧，最下面的那一位。然后我们再来大家看一下，来，咔嚓，没接上，再来一下。好的，可以啦，我们看一看啊，我可是在大家的这个监督下完成的这次任务哈。好，来，最后一位，来，这位是叫帅的让人生气圆圆子，这个一定是小元宝了，又是我名字。好，来，没问题，那我们刚刚都已经给大家展示了哈，然后也恭喜我们以上中奖的各位宝宝们，也要再一次感谢心仪带来的福利，请到后台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刚刚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对，刚体验了一下这个空调的冷热交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我之前工作在那些酒店啊，有时候洗澡那个洗澡水忽冷忽热，然后每次到了换季洗澡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对，没错啊。那其实我有一个伙伴是能够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哲远想不想知道他是谁？快介绍一下。对，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去有请出我们的除热彩销我们的青青，那同时也跟哲远跟我们一起来到咱们的热水器的体验区，来这边。对，我们一起来到热水器的体验区。对，来到这边就可以啦。好，那同时呢也请我们的青青来到现场。对，来，这样哲远来这边，欢迎欢迎。对，来，欢迎。好，那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哲远好，我是 Leader 除热的彩销晶晶，很开心呀，能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热水器的一些疑难问题，也希望今天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能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那欢迎今天到来，那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哲远这边有一些困惑需要你的帮助。我刚刚也在旁边听到了哲远的一些痛点，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很多家庭需要换新的问题，我想给哲远这边推荐一款我们 Leader 的小先进电热水器，它就可以完美解决你的困扰。好，那能展开说一说吗？
啊，它有85%的一个热水输出率啊，120分钟的畅浴不间断，就算是你在家里洗2个小时，热水也是不间断的。重点是它具有远超国家一级能效的标准，净洗畅洗的同时呢，还能非常省电，作为最佳的浴室搭子呢，是妥妥的。对，那哲远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就是热水不间断，它还能省电，嗯，这样子，而且长得又非常的时尚，对，我觉得这个有点被种草了。嗯，好，那其实看得出来哲远很喜欢，然后也很认真。然后我想问问晶晶，就是能不能够再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些呢？嗯，对，我想替屏幕前的元宝们问一下哲远，就是您平时洗澡的时候有什么小习惯吗？这个问题，这个方便吗？热水器替大家问一下。有，平时洗澡的时候，嗯，我习惯站着洗。好习惯啊，挺好，我觉得不应该有掌声。好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哇，直播间的宝宝们都已经开始疯狂了。来，那这样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要先来抢先一步哈，就是给哲远来推荐一个我自己平时特别喜欢在浴室去放的一个小神器，就是我们 Leader 的极光香氛加湿器。那它呢是极光影香氛加湿火焰四合一，然后小小一个，但是非常棒。来，我们看看后面。对，哲远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个啦，这个，这个，对，颜值也是很高的哈。然后这个神器的机身也很小。然后插播问一下哲远，就是你家的这个浴室里的东西多吗？这个有习惯用这些吗？我可能今天开始会习惯的。对，马上啊。那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就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明星产品。哎，好的，那我们 Leader 小仙气电热水器呢是700毫米的制短机身，随心安装无限制，特别适合单身居家的宝宝们、帅哥们。重点是它还能远程智能操作，像哲远经常出差拍戏什么的，就可以手机提前预热热水，到家就可以直接洗热水澡了，是不是很适合你？可以提前就把水给热好了。是的，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每次热洗之前要等它热，也是一个问题。到家直接开洗哈，是的，对，好，没错。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再一次的去感谢我们的晶晶，真的特别特别的棒，给我们带来如此细致的讲解，相信大家都已经被种草了。好的，再一次感谢你，谢谢，请后台休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移步到这个电视的区域了哈，来，我们请哲远来到这边，对，你来到这边，好的。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邀请到我们的电视彩销，我们的马先月来有请。哦，电视知道我们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在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好有礼貌哦。来，欢，这个就是体现出我们电视的一个智能。Hello， 对，这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黑店的彩销马先月。好，那也要欢迎我们的马老师啊。那哲远，你平时在看电视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是找不到那个遥控器在哪儿。对，然后这个能解决吗，马总？其实这个的问题呢，是普通用户经常在家里面经常会遇到的。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台 Leader 智屏 F8 的这个电视上，可以很好的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哎，难道能帮我们找到遥控器吗？对，我们可以来展示一下啊。那我觉得一定要试一试了。好，嗯，小优，小优，我在。遥控器在哪儿？哎，大家能听到，立刻就做出反应了，在这里面发出了这个响声，是不是？这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去找到我们这样子的遥控器，去解决大家平时找不到遥控器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对，真的很棒啊，这个真的是解决了我们找不到遥控器的烦恼。然后另外呢，这款电视其实还有很多亮眼表现哈，也请马总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去讲一讲。 OK， 好的，当然可以了。说到这台电视啊，其实我们想电视在家里面首先是看的，它就要有一个好的画质。那我们这台 Leader 圣境智屏 F8 它有640的分区的 mini LED， 那大家可能不太理解640分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嗯，就大家都知道电视呢，它是由后面的发光的灯源来呈现出这个画面的。那由于电视画面有亮还是暗的时候呢，经常是通过这个灯管的这个开和关来控制画面。那如果一根灯管的情况下呢，如果开和关的话呢，会导致整个的画面有亮和暗的区域不是很明显，或者亮和暗的区域呢不能达到完全的黑，那亮的区域呢又不能达到完全的亮。那我们通过640个分区在后台，就是通过640个局域的控光的区域，亮的地方呢就把它打亮，暗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区域单独关掉，就实现这样子的区域性的控光，让你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呢，实现更好的对比度和更好的色彩，让整个的色彩的过渡呢非常平滑，非常完美，给你在家里面一个更好的观影的体验感。嗯，就能更好追剧了。那这个打游戏什么的，这个电视能满足吗？哎，你这个哲远，您问对了。
其实这个的电视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在电视上面都有一些很好的这样子的配置和展示。那其实这款电视呢，刚才介绍到它优秀的画质是吧，那同时呢，它为了匹配我们的家里面娱乐，匹配了很好的专业的游戏的模式。那这款电视呢，在我们在日常在家里面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去接 S5 PS5 还有 Xbox 这些的游戏主机的时候呢，它可以完美的自动的去识别，直接去跳转到游戏的模式。那为了匹配的游戏模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这台电视搭载了240赫兹的这样子的高刷。那懂游戏的朋友都应该知道，那这个的刷新频率就决定了你在电视画面的这个流畅度。那同时呢，我们还搭配了 MEMC 这样的运动补偿这个技术，就是您在玩赛车啊、足球啊这种高速的运动画面的时候呢，它能保证游戏丝滑无拖延、无拖尾、无抖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这款电视还搭配了6+128赫兹、128GB 的大内存，去保障您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不仅有大内存，还有大的运行空间，去保证了您在家里面完美的去畅玩的这个游戏。哇，好棒哦！又能玩游戏，又能追剧。对，是的，对，就觉得真的是一步到位了。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很着急的想立刻的去下单了。然后看来，对，哲远应该是很喜欢我们 Leader 的每一个产品哈。好，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再次的去啊、感谢我们的马总给到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个福利。好的，那同时呢，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看也看得非常过瘾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去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马总，谢谢，请您回来休息，谢谢。谢谢。好，那刚刚啊，我们都看过瘾了。下面呢，我们要进行到本场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抽奖环节，那就是你和哲有点搭。然后这个环节呢，我们要邀请到就是哲远，我们将会用拍立得，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会儿呢，我们会在之前的环节呢，我们就已经给大家准备好这个照片了。然后后面的话啊，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个等待我们后面的一些福利哈。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也要去注意，必须呢大家要去一直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哈。好，那同样呢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哲远，然后也感谢哲远今天的到来。然后想问一下，哲远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玩得开心吗？很开心。嗯，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 Leader 家电的智慧科技，嗯，也学到了很多低耗生活的新的生活的方式。嗯，也希望 Leader 能够一直陪我们 Z 时代的朋友们走下去。好，谢谢。那要再次感谢哲远的祝福，同时也要感谢哲远今天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哲远的作品。那么也想请哲远到后台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吗？对，是的。好，拜拜拜拜拜拜，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然后希望 OK， 辛苦了。好的，谢谢，感谢哲远，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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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福利呢是不。